同学们好，我是各位的化学老师曾俊毅博士。漫长的疫情难免让大家产生焦虑，对于防疫保健的知识永远不嫌多。我们今天要操作的化学实验是非常实用的干洗手。消毒洗手对于预防病菌感染，然后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流行性感冒 SARS 与 COVID-19 等都有效果。但是肥皂洗手未必时时都有充足的水源可以使用，酒精消毒在疫情期间又有奇货可居，这时候干洗手就是很好的选项。干洗手主要的功能是在短时间清洁双手，达到杀菌、抑菌与抗菌的效果，效果由杀菌剂提供，含量也就成为重点。另外，添加剂的选择也可以让干洗手除了功能，另提供额外舒适或芳香的功能。干洗手的组成材料基本上包括溶剂、碱剂、增稠剂、杀菌剂、香料、防腐剂，还有保湿剂。接下来，我们请另一位化学老师来帮忙大家示范今天的操作。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陈伯淳同学来帮我们示范干洗手配方。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仪器，我们需要三个烧杯，然后我们需要几根滴管，那我们还需要搅拌棒，还有等一下要盛放干洗手的这个容器。好，那介绍完仪器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需要的化学品跟配方。我们的配方 A 呢，包括水、蒸馏水，33克，然后我们需要焦连聚丙烯酸树脂940，0.5克，然后我们需要氨基甲基丙醇0.5克。这是我们的配方一，然后我们的配方 B 呢，包括了酒精60.7克，然后我们需要丙二醇3克，然后我们需要丙三醇2克，那么我们还需要对羟基苯甲酸甲酯，那么这就是我们配方 B 所需要的成分。然后我们的配方 C 呢，就是我们帮大家准备了一些香精，您如果喜欢就添加，如果你觉得你对香精可能过敏，我们就不添加。伯淳同学，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什么香精呢？那个薰衣草，然后柠檬，然后跟甜橙。所以同学就可以试你喜欢的口味，添加素滴，让你的干洗手更具特色。首先我们要进行步骤一，将配方 A 中的成分焦连聚丙烯酸树脂940跟33克的水混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加入配方 A 中的成分二，氨基甲基丙醇0.5克。同学大约取0.5毫升就可以了，然后搅拌至全部溶解。那在搅拌当中，同学要注意哦，要先把水跟我们刚刚的焦连丙聚丙烯树脂，同学在搅拌当中要注意，我们首先水跟焦连聚丙烯酸树脂940要先搅拌到溶解，再加进去我们的氨基甲基丙醇，这样才能够在它变成膏状、透明膏状之前呢，能够充分的均匀混合。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步骤三，把配方 B 放入烧杯搅拌至混合。
在这里面呢有酒精，就是乙醇 60.7 克，然后我们加入了三毫升的丙二醇，然后我们再加入两毫升的丙三醇，然后我们再加入0.3毫升的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就把0.3克的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加进去刚刚配方二的成分里面，然后搅拌至均匀混合。好，步骤四呢，我们把刚刚调配好的配方 B 倒进去我们刚刚的胶状的配方 A。然后搅拌到均匀混合。那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刚刚的步骤二里面呢，我们把水加进去，这个焦连聚丙烯酸树脂940是要先搅拌到均匀才可以加进去氨基甲基丙醇哦，然后搅拌到成胶状。所以现在我们把配方 B 跟配方 A 两个再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配方 A 是刚刚已经搅拌成透明胶状的水跟焦连聚丙烯酸树脂940加上氨基甲基丙醇各0.5克，水是33克。我们的配方 B 是酒精60.7毫升，丙二醇3毫升，丙三醇3毫升，对羟基苯甲酸甲酯0.3克。那么目前国纯同学在帮我们把它搅拌成均匀，其实这就已经完成了具有这个抗菌效果的这个干洗手。那么另外呢，同学也可以现在就完成了我们的抗菌的干洗手，在这个慢慢的疫情当中是非常的实用。同学也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香精口味，那么如果你觉得不需要香精口味也 OK。 国春同学今天要帮我们加入哪一种香精呢？柠檬香精。对啊，柠檬有舒爽的功能，然后所以同学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香精，然后做成具个人特色的干洗手。当我们加好香精之后呢，同学就可以把你刚刚制作好具个人特色的干洗手放进去你所带来的容器当中，然后你也可以装成小瓶分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今天就完成我们的实验咯。